哎，小姨，你不要走啊！我女朋友骂你也是为你好啊。知道。那你干嘛去啊？去银行取钱。取钱？取钱干嘛？给你换女朋友。哇，小沈，你看我这衣服好不好看？春去蹦迪，会不会有男生看上我？可是我朋友都在耶。你别笑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为什么老是那种低级说我？怎么了？还问我怎么了？当初你来到这大城市无依无靠，是谁给你放得住的？是我闺蜜西里，要不然你早在天桥底下喝西北风了。你现在生活倒是变好了啊，做人可不能忘本啊！我就刚出去没一会儿，我闺蜜西里来我家，你不好好招待她就算了，还把她塞在衣柜里面。啊，来西里。不好意思啊，没事，太傻。哎，我请你喝奶茶。哎呦我的妈！还是我拖鞋呢？我拖鞋拿过来。哎，小姨来了来了，你的拖鞋。哎，小姨，你知道你最近丑了吗？这不叫出轨，我有拥有身材，为什么只加分你这个学生？人家有房有车，年薪500,000，分手吧，你会后悔的。就你这样还能找比我更好的？小明哥，我去，我房子送给你，你跟我在一起的，还有车，你拿去开。啊？还好，我给你生男孩啊。哎呦我的妈！我都是采取，我刚刚回城，然后他俩那一句，你俩会不过来冲了你才去吗？男生约我去看电影耶。哎，这男人都在想什么，一肚子坏水，那看完电影能干嘛？委婉的拒绝他，回答。可以啊，不如今晚看完电影一起去网吧，记得带上身份证。很高兴认识你，现在我们就是朋友了。刚跟我要微信小哥，但是我们是朋友了耶。别开心的太早，他在跟你套近乎，你听下去看他，肯定会有要求。既然我们都聊了1分钟，我可以看看你的自拍照吗？我都说了吧，别满足他，他要什么偏不给他。回来，我们才刚认识，给你看看我腿的照片，让你猜我长什么样。哎，小姐姐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对现在男生越来越娘有什么看法？我是被逼的，你信吗？我男生竟然约我去看电影，那等啥，快去啊。可是他妈妈生病了，我想去看看。那也行，他会觉得你有孝心。看你妈啊。我